胶，再把球送给男生的后场或者男生的前面，这时候你就要往女生的后场去走。哦，对啊，对，这个里面就要很很的深入的情况，然后。
弹高的时候，也可以推一下，也不要忽然压下来，也许就够。就推推什么？推我们身体，推身体，让他手要收回来，他回的不好，你就扑，你放掌推扑完，你都要举拍，等他下一拍再拍。如果说一举拍没有过你旁边，你就过你就，他就你要记得这个，而且你还是我中线的左边的右边的。你不要太前面，不要站在白线的前面。这个，那你如果说你是走这个半场的前面时间，你这个白线要反过来，就像跨一步，你手伸进去就到前面。你站在白线前面，你会挤到你自己的这个位置里面，不好出拍。我有时候不晓得啦，就是说我说到底原则，你打完是你自己记，因为你看。马上太近了，你快一伸了，你会进。你手伸出，手伸出去才要打球。告诉你手伸出去，不用两个脚站平，就要站到你的前面，这样会挤到。左边也一样。